古代哦，最会游泳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谁。孟尝君啊。为什么？孟尝君仰视三千。下腰。会。下腰很简单啊。吓死你！干什么？啊！吓死你！不！哎，这是你刚才干嘛？什么？我在干嘛？那个围墙后面是更衣室啊！我在看啊。哦。哎，我怎么看半天都看不到？没有，没有围墙。啊，所以那个围墙是骗人的哦。害我在那边跳了三个钟头，今天不得了了，好，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威廉省欢乐颂。今天这位嘉宾，我心仪已久，红遍全台湾。他的出场方式非常特别哦，等一下你们看到就知道哦。他要么劈腿，要么一字马。尹乐妮娜。不会。啊下面你不会啦，我不是这种的啦。当然，那种是干嘛？下三流啊，鄙视链就出现了。运动员瞧不起跳舞的，没有。那跳舞的又瞧不起唱歌的啊？你们觉得那种东西雕虫小技，笑死了。不会啦，我不是 A 型的。可以。啊，下腰也不是你的专长。下腰。不会。下腰很简单啊。吓死你！干什么？啊！吓死你！下腰啊！来，你下腰啊！帮你吗？你，你那也在帮你沟通啊！下腰啊！吓他！下腰！吓他！这个是骨灰级的冷笑话呢。你平常没有在研究这个哈？比较少。好，算了，没事。术业有专攻啦。啊，每个人专长不一样，像你会的我就不会啊，不得了，全明星运动会状元，人称什么呢？台湾美人鱼，有啊 ，Mermaid 啊，我在推广英文教育，教你一次，你永远记得，美人鱼，你要摸丑还是摸美的？摸美的。哎呀，摸美的啊，摸美 ，Mermaid。我下次一起去游泳。那你愿意当我的游泳教练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会不会很贵？不会，免费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可以那个老婆女儿也一起跟你学吗？好啊。对啊，哎，这样子人家比较不会闲言闲语。你也知道现在演艺圈风风雨雨，绿帽满天飞，对不对？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了。欢迎。你会唱吗？你不知道的事。哎，为什么这首已经变成国歌了？大家都会啊。你有遇过渣男吗？渣男有啊，跟我在一起喜欢别人。哎呦，劈腿？对，有劈腿啊。啊，那个几劈？我不知道哎。哎，因为有的人被二劈三劈呢，就跟出版写真集一样，一刷二刷三刷。有的人被二劈三劈，那个若彤你认识吧？他就被三劈。他怎么没注意到？哎，你这个话很酸呢。真的吗？对呀。讲错了，没有啦，没事，没有啦，你不要那么惊慌啦。好，小美人鱼啊，非常可爱，你知道那个鱼是这样，我以前养过金鱼，啊，后来就往生了，想说哎，把它办得风光一点，火葬，那打火机点下去，哎，越烤越香啦，我忍不住去楼下买一瓶啤酒。有一个渔夫哦，就钓到一只鱼，那鱼说：“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放你一条生路没问题。那我考你一个问题，你考啊！”那渔夫就把它考了。啊，你知道那个古代哈最会游泳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谁？你不知道？孟尝君啊？为什么？孟尝君仰视三千。孟尝君仰视三千。我以前出外景啊，那常去游泳池，然后有时候我们要找那个素人妹啊来游泳池穿比基尼，让好看嘛。好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每次问每次都比基尼脸肿黑了。他遇到妹啊，抓人家来游泳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讲说有仰视啊，那个姿态比较优雅。哎，妹，你会仰视吗？那个妹，你才会仰哎，我会仰，我很干净啊，我很卫生。然后不懂哎，仰是吗？对啊。是啊。哦，懂了。啊，那一次的录影很不顺利啦。
就东搞西搞，有一个男艺人呢姗姗来迟，啊，因为他也是要来游泳，然后就去更衣嘛，哎，去更衣室把搞了半个钟头，出来的时候呢衣服也没换好，脸色惨白，他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？他是谁？库拉皮卡，他拉裤子的时候皮是卡住。好，我面临我的主持生涯最大的考验。我很少讲，连续讲五个笑话，没有一个他能听懂的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不如送礼物比较快。这个礼物是我跟那个若彤，这个礼物是我跟他一起合力找的。对呀，非常适合我们两个人。嗯，那答应我，跟我一起去。好。这个是要送你的礼物，这来，这个是豪华套房，韩式汗蒸木。哎，可以啦，我们两个一起去那个，哎，在排毒呢，流汗排毒，去完排毒，然后再去套房，这是一条龙。啊，你要做半套也可以哦，我会拿塑胶袋，叫头套一半，代表半套。如果你想要全套，我就拉下来就全套。嗯 ，OK。OK。好，今天来这里不得了了哦，这里是干嘛的，你知道吗？它的店名叫做忍者，就是经过这边的关卡口印以后呢，每个人呢飞天遁地就会像忍者。啊，刚好很适合你啊，别人就不行嘛，因为你刚好是运动员啊，所以呢要考验体能啊，希望你加油。好，啊，我为什么没有讲我自己要加油？因为我今天化身为教练，教练就在旁边看。不一起跳吗？不一起玩吗？我 do my best 啦，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。好，啊，要 let's go， 我们要直接跳去那边。好，啊，来，那要手牵手一起跳，三二一，哎呦喂啊！背景，哎。哎，怎么差不多？那何必要跳呢？跳了半天，结果还是一样啊，多了一个篮筐啊！我猜你一定没办法，这游泳哦，跟篮球哦，隔行如隔山，对不对？来，先看你好，哦，多搞笑，试试看，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哎，好令人吃惊哦！你怎么有办法这样？可是以女生来讲，这个算不容易的呢。那你真的有当忍者的天分？你知道忍者龟，忍者龟头痛的时候去看什么科？你知道吗？No！ 他去看泌尿科。忍者龟头痛。哦。你这是有听懂了吗？有。为什么去看泌尿科？你不能直接截取那两个字，笑话的原理呢，就跟艺术的原理一样啊，不能直接，不能直接啊，就是要隔一层。OK OK， 好，我跟你讲哦，不是我不愿意啦，而是因为我还没有暖身呢。来，身为游泳教练呢，暖身运动呢不可少。水中如果抽筋的话，紧急自救要怎么办？这样，但是你这个要先会水母漂啊。好，平衡好。啊，我为了要解抽筋，我还先要会水母漂。对。啊，水母漂之前，我还要会什么？要会憋气。你这样讲，我跟你讲，羊哦，羊绝对不能去游泳，会憋死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羊没吐气。不要再闹了，赶快到右下角按赞追踪支持危险者欢乐颂。好，来暖身。暖身哦。哎，怎么暖？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护栏。好，手借我。啊，然后呢？火影忍者。哎呦呢，这整个我开的呢，我帮你开看看。会很硬。哎，他干嘛？很软啊，来，火影忍者。我刚看你灌成那样哦，我是不可能会的了，除非有人来救我了，除非有 Angel， 哎 ，Angel， 来灌！啊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 ！Let's go home，Let's go home， baby。试看看。先輩，すみません。バスケ部に入りたいんですけど。俺も1年なんだけど、いずれ全国を制するつもりだ。全国？我刚刚是故意在装弱了，其实对不对？有时候来宾来要给来宾哈，哎，有一点自信心。投球、绣球，真是我的专长。如果你有了解我过去的历史的话，绣球达人。不相信？
你的眼神充满了疑惑。相信你不相 相信，你那个脸已经告诉我你要说谎。绣球达人，你看我昨天花了一个晚上绣的。你笑了，原来你喜欢单纯而直接的笑点。他不能拐弯的啦。对对对，拐弯的笑话你不吃，你吃这一种的哦。你看他都笑不出来，他都无言了，那也笑啦，绣球达人，今天拼了啦，我们来比赛哦，谁先得分谁就赢。第一球，妮娜，没进，来哦。没事，怎么有点窝囊呀？啊，其实蛮累的啊。哎，那个运动健身哦，会练出肌肉来。你是属于有六块肌、穿刺肌、马甲肌的那一种，勉强有小穿啊，有小穿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玉林哥是真的有六块肌。你不要看我刚刚打球好像弱弱的，六块肌，想看对不对？你真的想看，我才要给你看。想看。哦、想看哦，这不就是了吗？六块鸡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啊。我发现哦，这边可以玩一个小游戏。他们这里好像可以给他玩那个罗马竞技餐，从拿棒子的姿势呢，就看得出这个人的性格。你们家以前开瓦斯行、哦？嘎叔来呀、啊，嘎叔来呀、啊！好，准备，三。二一 go， 攻下盘。怎么回事？教练，你要教一下。教什么？怎么打？其实不是用打，用推的。用推的。用力推。这样子啊、哦？不是这样子，然后要推。哦，要抓这个。对。我刚刚也不知道，我们刚刚都用抱的。对啊，然后继续跳。对，来啊 ，ready go。哦、来了、啊！哎呦，哎，竟然能够战成平手呢！吓到我了！我就说嘛，哎，他们在进步非常快，他们那个成长哦，惊人的速度，光速。二一 go， 嗯，动起来呀、啊！你抓的！对，我就只想让妮娜开心。只要看到他笑，我就开心了。对，哎、欸，后空翻教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好像那边就有场地可以学的，对不对？后空翻。后空翻之前要先学后空翻。好，那要跳几次呢？我们掷骰子来决定好了。咚咚咚咚。啊，六点，好，来跳六次。手搭到耳朵旁边。嗯，哎呦。然后这时候就翻身。嗯嗯嗯。然后后滚翻下来。掌声鼓励，越来越棒。这个海绵池啊、哦，下去容易啊，上来难，跟那个流沙一样。那爱情也像流沙，爱情好像流沙。就是刚刚往后跳，一样做后滚翻的动作，拉手抱脚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小心你不要到时候蹦迪掉出来。三走，哦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一、二、三，有，掌声鼓励，多加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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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没有帮你广告，都运动完了，收操了。对，哦，拉拉筋，对，那一天那个孟杰，啊，你看我对他的点点滴滴啊都记得。哥哥不要停，哥哥不要停。他教我们一些那种收操拉筋，啊，拉拉队都一定会的，就是什么这样拉，那个大家都很关心你的感情状态，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的？择偶条件。对。对，人世间就是这样，对，得不到都最好。我
们今天忙了一整天呢，但是我们要送给下一位来宾的礼物呢，好像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是我想到了。是什么？这个袜子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不会吧？就是送我们的原味袜，对不对？而且原味袜到底是要送我的，送你的，这个交给命运来决定。我们来玩抢袜子游戏。好。对。我看到这个是你的，是我的，香香的，更香，香香的，天然的花香。好了，这是个送香蕉哥了，香蕉哥今天没有领头了，好，来，那给你来。我们会买一双新的啦。好。好，可以把送给这个是给人家。对呀。这纸非常方便，好，这个下雨天穿这个就不会滑倒。然后在浴室洗澡的时候穿这个就不会滑倒。还有呢，如果常常被人家在背后讲说你是狐狸精的啊，就穿这个啊，因为狐狸狡猾嘛。我们会买一双新的送给下一位有缘人啊。今天也非常谢谢妮娜那个陪我们一天啊，非常棒。谢谢玉玲哥。对啊，表现非常好，也祝福你在那个跟明星更上一层楼的表现。好。OK， 加油啦！那我要赶去下一个行程了。好不好？好， okay， 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对呀、啊，相聚是偶然，分离是必然。See you， 拜拜 ，Together forever，Love you， 拜拜，拜拜。